靠他保佑，孩子们都平平安安。你家的老太太愿意来？愿意。那你娘想的怪开心的。不行，明天就让俺娘来。那还不行嘞，这个床位太紧张。那走吧。我那好了。娘，你还是去吧。在家谁伺候你啊？你看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好好的，你前几天摔一跤，你看你那脸。娘。你还记得疯子大娘吗？自己私家没人知道，过了好几天才发现男生都去了。哎，我这说还这个娘，你不觉得你这一摔倒了俺们什么都干不了，都得伺候你了。敬老院呢，定金也交了，脸也甜了，娘你看着办吧。
妹，你坐。你不能进老院。什么？进老院？哦。进老院又吃又住又多好。大嫂，我想买点药在。我最高的，我那一分钱也不给。油钱换了，这个不用，后面平衡了。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，我们要飞到那样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我们要飞到那样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。二哥，怎么样？还是不行，没有空床，还得来。二哥，你看，给他娘上医院，还得查他吧。我也是老毛病了，上次进医院没查到骨头，交了不少钱，就不去了。就是呀，咱娘的病是老病，看不看闲情，多花那些钱都嘛，在家来扶一帮都好了。来，大哥大姐钱寄出来了。咱几家？一家两千，啊，小钱。老二，敬老院的钱就退了吧，我不花那个冤枉钱。你老人家
这回可当不了这个价。啥也别说，听我安排，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我想一天过两天，敬老院等我回来再说吧。你看咱娘真好，越老越养心，你们这个怎么弄？我家里窝子别人，我怕走不开。娘，你添什么乱？家家忙得要命，哪有时间伺候你？我不就是说说吗？不去了。敬老院是一时半会没动静，咱娘光在咱家里，谁伺候她？赶明你伺候啊。咱娘多日子没出门了，叫咱娘出去旅旅来好，是吧？也行，这娘身体好，想抓就抓抓去。行，啊，不去了。娘，你要是早想上敬老院，能摆个腿费这样。我那没用的话干嘛？娘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还能用绳子绑着去？娘，给你钱。马上到春天了，俺带个三十五去，你就给你娘烧上了，再不用干。娘，你去敬老院了，老宅子不住了。娘，俺答应你了。那四孩来送饭，老四过十年你家里有，他要他家里他不要你这个烂活，还是俺待着你好。那小赵，正好得有个落脚的。几个钱，现在身上没有奶水，
后天那些根本都买不起。小三挣钱挣钱，在外打工干了几年，你都吃官饭，咱四娘都是没打少没穷赚，那没交给老李一分钱，俺没见你一分吧？啊？你还说你还怨那个，你送上还不行吗？光说上外在上外打工去，俺不是真心噻。你把孩子交给我，没买那么大年纪再碰上痱子，孩子这么小，你给我鼓鼓抓抓，我是伺候老伺候小呀。我就那意思是你先想想办法，先出去打工，让这家过得好一点。咱这都不闹了，我了。过得好一点，想想我那时候吃没有吃的，穿没有穿的，住没有住的。你问你奶奶，她给我看过孩子吗？我说你不信，你都问问你奶奶，她给我看个孩子吗？我不招呼，我干活回来还招呼伴子给你吃，我不把你姊妹几个都抬得大，都给你成家立业。我同样，我赶明还想给你盖窝，我再顾着你奶奶，再顾着孩子，我再给你盖窝。老头老妈都不知上哪去住去。我的意思，你先想想办法呀。想办法，我有什么办法想？我都愁死了。我有什么办法想？住处都没有，老妈老头赶紧给你摆个摆屋一盖上，老妈上哪住去？我都愁死了，我都没办法住，住吗？这真想把我逼死吗？我了，想叫我死的噻。我不是想让这个家过得好一点吗？富裕一点。你都不明白人心了。那我也不能这样伺候了呀。冰雪融化，冰雪融化，小草发芽，小草发芽，果树开花，果树开花。我们来到了田野里，我们来到了田野里，我们来到了山岗上，我们来到了山岗上，我们找到了春天，我们找到了妈，娘，你咋了？老头不见了，你找找。林老师给你电话。哦。林院长，知道因何事把你带到公安机关来吗？知道，用交钱偷电动车。你交钱放哪了？包里。抬头看看，这是你的包吧？是。里面都是什么？交钱、书本。照片留在这是你用的脚钱吗？是。确定？确定。这是你的锁？是。这是你照片吧？来了，抬头看看。是。是你溜溜蛋？是。老的还没伺候好嘞，小的都在外头弄学饿，像要小孩不学好，想到妈的还来不知道。我缺钱。你小孩花什么钱？我用钱找俺妈。找你妈去，找你妈去，找你妈，你妈，你给你妈，你妈还不理你嘞。俺都说俺妈搁上海了，在上海你去啊，找你妈去，去吧，去吧，去找你妈去，去吧，去吧。来来，黑天半夜上哪去了？不知道啊。黑天半夜上哪去了？黑天半夜回来。喂喂喂！你娘打工去了。
和孩子一样。回来吧，我来，回来。回来，我来，回来，回来，我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我来，回来。回来，我来。昨午吃饭去，我来。跟和孩子一样。吃吧。吃吧，我来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送你老妹家去，还得给他找点活，在你家也不是个长活。行。你上哪一带？往学生买菜呀。你把你大妹妹烧的行吧？上哪一带？嗯，把你烧上，他就去打工去了。行啊，那人不行啊。约上我了，嗯，给我要小的，嗯，别累着我了哈，嗯。
来娘，放上去。大娘，你这啥？那什么时候去进来啊？还没定。都还没定呢，钱啥都拿完了。奶奶，你要去敬老院？哦，是的。那你回头给我打个床，我要去敬老院养老。嗯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一个小姐妹去浙江了，在皮鞋厂做皮鞋。嫁出去挣多少钱？这就不是钱的事儿。小妹呀，找个家庭条件好的对象，比什么都强。那我总不能一辈子待在这个地方吧？一辈子待在地方怎么了？这就你爸、你妈，有吃有喝。回头等你结婚有孩子了，我还能给你帮你看看。孩子，我才没想那么长远，自己开心就够了。没事去 KTV 唱唱歌，跳跳舞，全国各地溜溜逛逛。你的想法太自私了吧？自私？俺爸倒不自私，人家俺奶奶离开张庄山沟沟干嘛？俺奶奶也不自私，生了一大帮孩子，到头来到老却被人民敬老院不管不问，真不孬。你小孩懂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老太太从医院接过来，已经医院下死亡通知了。哎，老太太的命运啊真硬。哎，说实在的，老年人折腾折腾好几次了。哎，好，好，辛苦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爱的人啊，一定都有的。
那当你自己心爱的人离开你的话呢，你会怎么样？会等着他吗？还是要给他祝福？接下来这首歌曲，我想带大家进到这个时光隧道里面啊。可能听我的歌的人应该年纪有大的也有小的吧，大概我想如果听过我的歌超过十年的有吗？哦，十年。那这首歌你们肯定有听过，这首歌叫做《外面的世界》。奶奶，俺爸怎么离开张庄了？哎，那当然很重要。我早就接他头了。愿意啊。在家来住那点没屁，我跟我扯一扯。哎，心爷了。我要上外边求求去。谢谢。是检票机站。各位旅客，你们好，由北京始发中到上海的1461次列车开始检票了。有乘坐1461次列车去往。你给平民放牧了？你是上不坑了，跑咱娘走了？我没发什么。
你没放什么，他能放你走了的？我哪知道呀？她一个小女孩，弄爹爹，她不懂事。你弄了年纪了，你不懂，你也不懂事。外面多乱了，啊？这孩子要万一外面发生什么事怎么弄？他老糊涂呗，没跟他说什么。走走走走走走，你自己家的孩子，你怨人家？小凡万一有点什么事，我找你算账。你赶快给听打电话，让他赶紧给我回来。你这么着急做嘛？我还没跟二妹说好呢。哎，那你这个太麻烦。
你看我把老太婆回来了。那这得几天？别提叫你去了。啊、嗯。奶奶。娘。你看，咱这娟娘来床上凑合住。那娟不是银行的吗？卖了，给军团买大车运货。今天呢？今天，天天跑长途，四天半月的不来一趟。娘，你饿了吧？不饿，你忙你的。现在喜欢了，要了带全花光了。前边老夫子买几个肚子，买几个娃娃，这都不剩下。哎，就连我自己肚子还没吃够呢。差不多了，赶快回家要紧啊！你老岳母多大年纪了？25。多大年纪了？那俗话说，七十不过夜，八十不留神。这么大年纪养孙子瓜，不知道哪天就到头了。说让你也小心点，到时候别吃不了肚子，大舅子别得便宜罚款。这你一两，9.3给9。你怎么领的？加不了，没有了。八五岁拿来再给我。慢走。好嘞，再见。妈妈想抱一娃娃。宝贝儿，乖听话，等爸爸回来给你买，好吧？好的。买娃娃衣服，把给爷爷奶奶和把给妈妈穿。嗯。
小区进钱了吗？进钱了。买菜了吧？买了。俺娘来了，你就嘎着肉去。我买的猪耳朵。多少钱？24。要那么贵？哎呀，你娘听不来一回，那么大岁数，贵点贵点。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？晚上再说。当时旁边有没有人？前人有字，好人。你胡说什么呀？他能干那噻？人老了，郁郁默默的，什么事干不出来。我就不信那钱张腿自己跑了。别忘了问问那个事儿。什么事？没事。天不黑，正谈饭时，你每天提前收摊，一个煎饼少挣1.5块，每天就是30-40。你卖脑子取了钱，还有别的吗？钱是硬货，有钱多奔天下，没钱寸步难行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想叫俺娘去敬老院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俺是那样的人吗？哎，俺娘活得受罪，不如死了了之。大孙子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，到老了去敬老院，还倒比在家里强。不理我，不弄了。没什么事，我大夫。没大什么事。哎，笑，是不是神经有点错乱？不行，吃点药，回去观察观察看看，行吗？好。
妈，老娘又尿了。爹娘，你说你老人家人老人老得这样的病，啊，有儿有孙子的，没个来看你的，你说你活着有什么意思？你笑什么呢，娘？我也不知道呀。娘，别吓死我！我死了。上街再买点棉球去。咱都赔老本了，这又是打针又是吃药，买卖还得耽误了。我看过两天该喝西北风了。小娟今天给我钱我都没要。秀萍军团那两个钱，又买房又买车，咱不要他的钱。本来想着再添几个就够了，谁想到这房钱层层的涨，这一年的钱都白攒了。寻那拆迁赔得赔两个，他净做那美梦，那好事能让咱摊上？等等我老了不能动了，我不上敬老院，我上吊喝药，我死给咱儿给咱孩子省点钱。你胡扯什么呀你。我这几天总是做梦。做什么梦？我梦见俺娘了。俺老娘死的时候你不是很小吗？就跟圆圆那么大。哎，俺爹总是抱着我去听戏，后来发现爷再也没回来。哎，俺娘这天天哭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你闭上眼睛就梦见俺娘在哭。哎，俺娘想我了。娘，师傅说前几天少了50块钱，你拿了吗？啊？你拿也没事，关键不是钱的事。哦，我拿了。你真拿了？我拿给圆圆买本子，我也没给你付。娘，你缺钱，你自身你也不能偷拿钱呀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不要了，行，不要了。
实在是太谢谢了啊！来来来，今天多亏你了啊，叔，要是这包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下次注意啊，哥。哎，我里面1000块钱只剩100块钱了，没动，没动，来，再说没动啊，没动。哥，该干嘛干嘛，你偷坑脸吗俩？这菜米面线别那么散，起来散一下。我还没叫他娘去啊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院长答应我，胡妈妈不死，没有床，我真能。你脱了关系走到后门不行吗？你说的怪简单，你给我钱。来了，坐。二哥，你给咱娘交代吧，我的生意也不怎么样，还给咱娘看病，还天天花钱。把咱娘接回来怎么呢？俺给看。咱娘在哪？在谁家有病谁看？老方说的也对，咱娘搁谁家有病谁看呗。俺婶子的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二哥，又不是我的条件，你最好你得给两个钱吧。上哪能先给你去？怎么一家人也吃盐打油都卖这两粒子？你没钱？你没钱，俺大哥给大姐借的钱呢？给咱娘看病了。给咱娘看病，咱娘都没付啊。咱娘付，咱娘上哪知道去？都恁二哥拉给他看病交钱。你不如，你不如，你姓洪吗？你哪喝的鸭子跑这偷锅的饭？归你娘半盒子家，连你干熊了。那钱呢？钱呢？钱给老娘花了，给老娘花，老娘怎么没花？老娘没花，老娘老娘把钱给你了，老娘把钱给你了，老娘不是把钱给你了吗？老娘不是把钱给你了吗？老娘不把钱给你了吗？老娘不把钱给你了吗？钱你赚的，我赚的，你赚的，出行的闺女花出去的费，你花钱了，你不会事，人家咱家你不会事，你也管着吧，我哪不会事了？啊，说多咱娘，你给他不机会，不机会，钱是你，不机会，红包钱啊啊，都给你了，咱刚干起，你要借钱呢？红妈，你知道吧？你要狐狸精，你知道吧？哪狐狸精了？你不狐狸精怎么了？你放了三千块，你放了三千块，你不乱？你放了三千块，你不乱？你不乱？你不乱？你放了三千块啊？怎么回事？你给呢？关你什么事？怎么回事？你放怎么回事？那你干什么了？不是你瞧，你这打你嫂子老三！滚滚滚！全滚全滚！滚远点！我是你亲，这个三千块你归我，老三没你归我，你个亲侄女。
你个老要求的呀，你回话，你个三七子，你还有来的时候啊？你个老七子呢？我的家，你个大七子，你回话。你演了哪个？谁也不想走。喝酒开车能赔那么多钱，不说了吧，那个。这是合同了，那个，你看看吧。我走了，老总，你进来吧。娘，你今早干嘛？敬老院还没打电话呢。哦，我这趟来的不孬，小孩我都见了，我该走路了。娘，你再过几天再走，我带你上邻城溜溜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该走了。圆圆，圆圆，
去。我想爸爸了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出去玩去。我要不要？别弄我了。哎，这娘留给我的，我不能说了。还行。哎，你这小子现在可不容易。你还年轻，你再找吧。我都比你想象的还长呢。外老爷走得早，你怎么不找？我喜欢你，六个孩子，挺大的吃饭，这小子就这么，孩子要没有娘，多可怜啊！这我也不想走，我怕见不着。你胡想什么呀娘？我娘回来带圆圆上敬老院去看你。娘，等好再来。在这后头干，他还偷活着哈。嗯。以后。
笑，整天笑，找天笑，成笑死鬼了。大爷三更笑，谁不死呢？憋不死你呀，这个。来信吗？我说，没有。不知你这天笑什么的，笑笑有没可笑的东西啊，啊被菩萨中邪了，兄弟们吵什么吵，我叫你转。笑去吧，经常笑无笑，决定你自己在这哈，经常笑。来信不给你发、啊，咋会来信了？
奶奶死了。哦，我还欠了钱呢，你要找他要去。娘，我小时候什么样？你没有是吧？很苦，让我一夜一夜跟我讲，把那电器的一座城装了灯。娘，娘，你恨我吧？老娘来信了，我了。来了。娘，明天送你去敬老院。怎么就是废了我了？掉！妈的，谁呀？玉华，玉华，你喊他妈的有没事吗？说白穿点包给我的，还有没好了吗？再给我点。俺娘，你冷吧？冷。哎，俺娘好，别穿点包给我了。
菩萨保佑，保佑你平安。
找地主人来商量了，看看怎么办哈。你叫你姐夫来了吗？没来，你家来了。洪老二一句话，确实那就是养活，对吧？你母亲这个要饭为生，对吧？确实你现在的条件实在的也不容易，你几个妻子搞这一点小。你回来了吗？嗯。也没来。几天来了？又几天来的？你姐几天来的？他几天来？钱选熊。啊，你娘死了，你哥都不家来了是吧？娘罢了，下马来收起这青泥袋，哎呀，铜台上手拉着云石啊。叫声夫人呐、啊，你听我表一表，咱的衙门呐。今天呢是郭奶奶的丧事，也是个喜丧，都是喜事吧，也是啊。郭奶奶呢，她这呢一辈子好听书、听戏、看电影、听喇叭。这呢，咱现在呢把这个老太太呢，咱请上台来。叫他们，叫他老人家呢听着，叫他老人家看看啊。啊，刚才咱们那位组长说了啊，有喜欢跳舞的朋友可以上来一起跳。下面一首非常长情好听的歌送给你们，音乐走起。让已经上来了，怕你忙来了、哦、他上来了，跳起来吧啊！来，摇起来啊，先拧屁股来，一二三。摇起来了吗？来，啊，袜子脱了，来点掌声刺激一下啊！来，哎，袜子脱了啊！你脱衣服跳舞，看我穿这么小的。这个新娃，那个烂的发过去了吗？
画出去。壁画，现在都壁画。画出去。慢走啊。有了，快帮帮忙。你开三轮车攒的钱，你要省着花。到了上海呢，你再打电话回来。先找你舅，你要听话，好好干活，别犯懒。实在找不着你娘，你就回来。
哎。